辣椒啊，有不少人都爱吃吧，很多人吃饭的时候都是无辣不欢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了。那如果给猴子吃一个辣椒会怎么样呢？还真有网友这么做了，我们一起来往下面来看看吧。近日有一个游客骗一只猴子吃辣椒，他把辣椒递给了猴子，猴子咬了一口后当场发疯，镜头拍下全过程。恶搞过自家宠物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